经理大哥好，哇，妹妹好，加波温小姐，我还没有啦，还没有换姓，还没有哈、哦，你不是有这个未婚夫了？我只是还没有嫁，还未婚，还没有嫁给他，未婚夫，他 book 他而已啦 ，booking 而已，就是说还 booking 得到还是还不到，还不一定，还没有 confirm， 还没有 confirm， 所以我也可以 booking 了啊，没有了啦，你没有机会了啦，你还想你有机会？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就是要送来这个发财红包，是是，那一封是新币10元，新币十元哦，不是马币哦，哎，是啦，我还脚麻痹嘞，脚麻痹。是这个红包真的是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每一次买的每一次都有人中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大家都要多多的支持我们的这个发财红包。是啦，尤其是呢，我们这个九王大帝有加持哦，对，加持过的红包，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啦，支持我们的九王糕。是，那等一下要怎么送麦呢？第二首歌才下。安内，你喜爱唱歌，喜爱买红包。我现在要唱歌嘛。你要唱什么歌？现在一边唱一边卖哈。青菜。如果一边唱一边卖，我们就要换一首比较凄唱美歌呢。哈，凄唱美歌。就要很凄唱美歌，人家才会来跟我们买红包，对不对？哇，凄唱呢？老师，我们换一下那个醒来吧，雷梦娜，好不好？雷梦娜。醒来吧，雷梦娜。那得看凄唱啊。醒来吧，雷梦娜。啊，对对了。醒来吧，陈建斌。醒来吧，阳光可乐。没有三个字你啊，雷梦娜。哦，不要醒，阳光可乐。醒来吧，陈建斌。醒来吧，陈建斌。我已经醒了。哎，我觉得你，我这乍眼看过去哦，是你们很般配。我们很配。你们的身高很般配。对啊。你快叫他爸。建斌大哥而活的，是真的。我出生就是为了他。怎么世上有这么矮的两个人？好了，这样我也可以 booking 啊。啊，booking 不可以啊，还要 booking。你怎样也未婚夫乱拐嘛？等你两个陈建斌嘞。其实我不是爱他的身高啦，是哈。我爱一个男人是爱他的内心。内心啊。然后内心够好，那个责任感够棒，这样没有办法，就会爱上他。我已经没心了。啊，没心了。没心没肺的这个家伙，我跟你讲，一女可以侍二夫，一女可以侍二夫，一高一矮，都有了，有高有矮，有高有，我听不懂哎，不错，一女侍二夫，一高一矮，我没有这么得空啦，我没有这么得空可以侍二夫，不得，没有什么时间，好了，那你有时间来唱那首《醒来吧》。